不蒙卦以之仰蒙，以孩提之童，有其天真。老是所谓何之至也？喜怒哀乐，发皆终结，衣食完好，世皆和度，是即正也。从而欲之充之，以保太和，劝之成之，以服天性，即养正也。是养正必始于蒙，物皆有蒙，不独人也，人为最显，故蒙养法于同蒙，真于口实，为其一解一明也。此以与蒙，皆以养正为用焉。宜又泛指一切之养者，物皆有生，皆求其养，则皆有取于宜，以求口实，以达其全身遂身之养。在初虽口腹之欲，其中实性命之正，盖本干之大身，而道变化，重在正性命，保太和，以成立真之德，更正二阳，皆自前出，而居始终，扩一切，凡生成变化，莫能外之，故卦取其和，以见养正之道所本也。更止而震动，正物也，为万物之始，如春之萌动。